安透露，儿子刘恺威回来香港休息，但不知道儿媳杨幂会不会回来。无限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的演员刘丹与李慧一场缴械，现身冬至圣诞传爱心活动，与长者大玩游戏。两人透露，冬至及圣诞节也要开工。刘丹说，到时应该会叫外卖一起吃饭，一起过节，会吃好的，但不会太豪华。长缴械笑颜向来有大吃大，冬至由刘丹请新年饭，则由剧中的阿叔丹密文请，论资排杯排很久都没了我。不过我的事无大小都喜欢庆祝，大家平时都会轮流请吃东西。刘丹自言现在工作好舒服，李慧仪透露儿子太多圣诞 party 去，这么多年都是这么上下。另外刘丹表示，儿子刘恺威已回港并会逗留一段时间，他说想休息下一下，先拍一路拍剧太辛苦，我见到他都觉得心痛，现在轮到你忙拍剧，我们好舒服，其他人好羡慕，拍一辈子都愿意。叫我儿子客串，不知道他有经理人公司。儿媳杨幂会不会回来，我真是不知道，想不想一家人团圆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上下，大家工作忙。李慧仪和张景纯单立文李慧仪抱儿子多，至于长缴械透露儿子已经放假，他唯有尽量抽空陪伴，我又带不到他回公司，不过他现在大点认识了好多朋友，他还多 party 过我。对于同剧的林淑敏获得最佳女配角，长缴械指他们已经吃了几次饭庆祝，并替对方高兴，好难得，真是好开心，得到观众的认同，他真是好努力。刘丹笑言，如果可以取得剧集奖就最圆满。长缴械称，这将是他们下年的目标。